台湾滨崎步扭腰摆臀喘不停哎。啧啧啧，这扭腰摆臀的贝莎妹，快转过来，我要真相。帅哥美女大家好，我是台湾波比天后，台湾滨崎步。失敬失敬哦，害我差点失敬啊、原来是彩华姐哦。她今出席预防糖尿病记者会，现场跳了一段活力操。哎，你也那么想痛苦哦？哎，对对，我要赶快跟着转，要转。阿姨都没穿，想到我家穿呀、彩华姐爱注意哦，听说迈入45岁就是糖尿病高危险群哦。像我现在早餐目前呢、我都是吃那个，就是我先喝一杯温水，然后呢再吃一个苹果，然后再吃一个馒头，然后再喝一杯豆浆，这样会太多吗？苹果一浪赖，那我干脆都不要吃好了。报道。